就是任届最长的人大代表啊。然后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人大代表？就是人大代表吧，就是要代表人民利益，人民代表就要跟人民办事才能当人民代表。您觉得那个？您就是在平常有跟选民有这个交流吗？就是选举的时候有跟选民有交流吗？我没有，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，你交流就不合适，你不选你就。